嘴。哎，这大嘴。有意思的一段，就是说一段英语翻译的。有意思吗？有意思。有意思吗？带一个大柚子来的，我姑娘全给造了。他姐俩造的吧？柚子全吃完了。自己带零食来的。嗯，带水果呢。面包我都干完了。嗯。哎，我看，你看那些小羊，看李小羊呢，哎呀，都背来了。谁给买的？谁给买的？他挑的。我买的。拜拜。拜拜。之前的视频中说我跟小妹要出来看电影，带两个孩子。今天视频证明，我们不仅带了两孩子，还带了两位男士。这个电影还是挺有意思的，没事出来看看喜剧挺好。8:05开场的，这都10点才结束。昨天晚上我是几乎没睡觉啊，这一宿大撑着咳嗽的，一小时醒一次，咳嗽的特别严重。每天白天不咳嗽，一到晚上就咳嗽，所以怕打扰我休息，我们就分房睡，我跟俏俏一个房间，自己在那屋睡还挺香。昨晚好像挂了，我听见了，我也一宿没睡好。你咋回事？你一咳嗽我就醒呗。哎，你姑娘睡得倒是可香了，根本都没醒。嗯，这屋是1.8×2米的，我跟我姑娘这么横着睡都能睡下，大橙子要上这屋睡就必须这么顺着睡，这就是个矮的好处。宝宝，叫你起床吧，我做饭了。宝宝起床。早饭已经做好了，收拾收拾下楼去上班了，让这爷俩自己在家吃饭就行了。早晨做的比较简单，做个汤，他们爷俩在家吃吧。起床困难户啊，我要去上班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谢谢啊，快点啊，哎呀，别闹了。这两天特别冷，我又把雪地棉给掏出来穿了。